有个大帅哥，他怎么了？他就这样，每一集都离舞台好近啊！玩儿不是表演，就当玩儿一样。看看他们把你好了，不唱了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肌肉，好棒啊！你看，对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像胸肌啊？之外他还有腹肌，他除了有胸肌之外，他还有腹肌。他准备好了，你看他外套都脱掉了。你看，对，有，你看外套脱掉，然后他热，他热。啊，唱歌需要胸肌吗？不需要吧？不需要。这个能拿下来，没必要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鱼。哪条？这是？不是，不是，像那种，那种鱼，鱼干的那种。谢谢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给他们三个准备的。上了，我一会儿还唱歌呢，哎呀！江面色嘛，来，我不要，我老人家了，我老人家，脸不红气不喘呢。对的，天哪，你饶了他，你唱点轻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坐就好，坐就好。像那个，像脖子扭了。落枕，落枕舞，来落枕舞来了。来落枕舞，你的落枕舞，人家是对的。对，是对是。我都落上来了，你这音乐突然停了。准备，不想看娜姐跳。笑死，不是。娜姐落枕舞。娜姐现在已经很会跳了。我们俩是浪。为什么不秀一下？不能在这随便秀，要秀要在舞台上秀。那个就是我们俩的浪姐，我们俩天天跳。我们跳那个比你那个难多了。对。一个落了，裘德洛。你喜欢裘德洛吗？对，喜欢。帅，长得也好像也有点裘德洛的那个。对，特色欧美范儿。对，我很喜欢这个歌。